家宴、施柏宇主演的《想见你》，先前电视版就好评不断，近日电影版也火热上映，才短短两周的时间，目前已经累积到将近7700万票房，也在网上掀起超高讨论度。而徐光汉、施柏宇也即将履行先前答应影迷的8000万票房公约，将会在16日星期一下午1点现身西门町，发送限量款口罩与红包袋，总共会有800份，不少粉丝们都已经准备好当天要去抢这份小礼物。而曾立下票房破亿就要跳舞女团舞蹈的施柏宇则说，8000万就是要送800份祝福，让大家一整年都发发发，并笑说自己在准备练习跳舞了，让不少粉丝相当期待票房如果真的破亿，可以看到两位男生大跳女团们的舞蹈啊。